Hello，大家好，早上好啊！我们出发了，我不开车了，昨晚上回来太累了，等下坐我战友车一起过去，跟他一起去热闹一下。中渡人工桥，哇，真好冰！他们这边羊毛衫，我天！冻，打得下手。嗯，大厨在那边。我俺家狗，就去给你搞好。这没有狗妈妈。走。谁给你搞的？那个。很棒。这些，这个最喜欢的菜，有这么多了，这还有青枣啊！哎，我们村长说他要弄一个百果园，这里就是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从刚开始一进来，这里有一棵青枣，跟这棵梨种在一起。再进来，这里有个柑橘、荔枝，然后这一棵是芒果，这个是橘子，啊，然后过来是火龙果，再过来这一棵是，有没有认识的？这个叫佛手，啊，大的这棵叫黄皮。然后小一点的这一颗人心果啊，人心果，这一颗杨梅，这一颗又是黄皮，里面柑橘和枇杷啊，这边啊，这个被霜打，这个最怕那个霜冻的，这个是菠萝蜜，那里有一颗。落叶的那一颗啊，银杏，这也是菠萝蜜，有三颗菠萝蜜。现在橘子是可以吃的，啊，反正不护理的，无公害的，绿色的。哎呦，这又米餐，嘿嘿嘿，那这里这颗蜜橙，看到没有？摘一个蜜橙，厉害了，百草百果园啊，加油，还不够，摘过，试一下这个蜜橙，对不对？哎，没味道哎，不甜的，不甜的这个，这就是正宗的百果园啊，给你们效仿一下。这个不要产量的，只要过程种下去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护理。嗯，厉害了。他们家煮菜从来不放水焖的，都是米酒。妈呀！冷不冷啊？冷不冷？把人家村里面的这个菜园都赚完了，要抓到一只呀，要踩到一抓这个枸杞，厉害了，要加沙，加一只酒精的，全是酿酒的，难怪主菜全部放米酒不放水。你再给我看这，哇，好香啊！慢，就这，就这，就这。
哎呦，这山头，酸软了哦，忍痛的，吐出，哎呀，这聊天聊的那个肯定干过了，哇、哦！满满的一桌。好几个老班长啊，79年的老班长，这就是一白的那种样子。对啊，开始喽！开始。出来就放放这些，全部用完了。